这不是打游戏碰到那个大腿吗？万万没想到，这个竟然是我朋友他姐。忙着呢，四哥，来喝铁水，先挺热的。无光不受禄啊，有啥事你赶紧说吧。我这不是想恋爱了吗？啊，想到你的姐夫，那可不是谁都能当我姐夫的。那肥水不流外人田吗？你这道理怎么不懂呢？我也不能让我姐这个牛粪一个屁的。喂，姐。哎，是不是？这我四哥办事效率真稳妥呀。他姐怎么还不来呢？哎哎哎哎，好巧啊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我平常无聊就过来自己打打游戏。哎，你说真奇怪啊，平时没那么多人，现在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今天有点火吧。啊，还得我四哥。什么？啊，没事，你看这人都满了，不行的话你就坐我这儿，咱俩一起玩呗。老四也指不定啥时候过来的，今天我也跟他约的。嗯，行吧。啊，来吧，我给你开机器。我发现你怎么玩什么游戏都这么溜啊！基本操作。你怎么来了？谁呀？老四啊、哦。